不要再退席。我想大家都是为了上帝好。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还有谁要发言？来这个重点，
不是听他们在这胡说八道。那个法律上面，他们都照本宣科在里面。我请问一下，黄宝局的，你有听到他讲的什么？他讲什么？重复一次。拜托你。当初做的时候，
你不是信任这一套科技吗？为什么现在要到11月，到现在来讲，今年已经9月了，8月底9月了，要试营运那么久？请你们给我一个回答。上次那个副局长说，哎，2-3个月内，我们要跟你宣布说，哎，开始核酸，正式开始营运，到现在半年多又过去了。我希望你们两个，啊，我们官员，拜托你，啊，回去跟我们局长，请局长来跟我们大谈你的理想，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那时间要多久？要多久呢？你不要又像那个副局长一样，2-3个月我就可以跟你宣布，是不是要半年以后？对嘛？你们最近是派这一线没有办法去，没有办法跟你们回答的牌，你们是滥竽充数吗？嘴哥好了，这后期这官员交涉，我再跟他们交涉，好，给后面的再发言一下。地方公司、地江公司，还有可明会三家，拜托你们，求求你们滚出我们大台。本来就不应该设立是16里的住宅区。那我有跟副市长讨论一下，
那可以这个方案就是给16里全部迁村吗？迁里吗？那市长啊会去讨论这个区块，那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。那我当然也是希望我们的16里能够迁村，因为我也有跟他谈过，16里现在不要再增建了。那在增建房子陆续进来的人，只会危害他们的健康，危害我们里面的健康。所以这点啊，我们啊来跟政府稍微谈一下。当然迁村啊，知识体大，我们还是要努力一下，也要议员，也要我们的委员各方面来努力。那我们的影评现在还有意见吗？都把尽量刚提出来。我本来想用陈兴旺来发言啊，我想台湾地方不能努力，为什么知道吗？我想你说的啥重点？我直接讲重点。台湾地方这四个字在经济部立案的资本的第一家公司是50万，第二家公司是500万，第三家公司3亿，我请教董事长，你们建厂总共要预计花多少钱？